咱之前一直拢是分开睏的，刚刚你无记起啊？我确实是未记起啊。妈咪，爸比今天看起来真的怪怪的，应该是生病很不舒服，要不然我们今晚陪他一起睡好不好？嗯，哥。拜托了，这张床那么大，我们就陪爸比睡嘛。好啦好啦，那无你先陪爸比睏，妈咪先去洗身躯，等你再过来。好，那在中间哦。爸比，妈咪去洗澡，等一下又来陪我们睡了。你平常都跟妈咪一起睡？不一定，有时候跟你睡，有时候跟妈咪一起睡啊。那爸比跟妈咪什么时候才会一起睡？你们没有睡在一起过啊。爸比，不要想太多了，赶快睡觉，等天亮睡起来，你的病就会好了。晚安哦。晚安。伊讲我甲清文从来毋捌困做伙，佮加上清文拄则对我的态度，我甲清文应该只是名义上的翁仔某。安尼，这个后事到底是啥个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敢不是江敏？是安怎清文明拢叫你阿姐？你甲清文根本就无做伙过，是安怎恁会结婚？还搁一个囡仔？不去找伊，就是想要甲伊讲这件代志。不过我话拢未讲煞，伊就对你讲伤人的话对吧？啊！这个好事是阿邦的，那呢？想做娶新婚的人会是我。伊刚调亲了后，到底是发生偌侪代志？偌侪代志？
我拢知影讲哦，你足爱阮的。啊，紧紧啊，拍开啊，你一定足爱。怎样？我拢有注意到啦。啊，大概你经过迄间店的时阵啊，你拢一直看迄健身橱啊，真正严重哦。这几年吼，你拢欠东欠西啊，无买什么衫。啊，我甲宇轩就想讲哦，把这洋装买落来送你，互你当作是生日礼物，你欢喜无？是的啦，我心情不好。唔知你很生气，佮家宇轩嘛？我紧啦，宇轩哦，一直拢就想要替妈妈过生日，啊，唔只会买真正洋装，啊，佮有啊，买你想要食的提拉米苏鸡卵糕啊。宇轩就甲我讲吼，洋装是妈妈喜欢的，啊，提拉米苏鸡卵糕嘛是妈妈喜欢的，啊，只要是妈妈喜欢的，我甲宇轩拢会喜欢。想起来啊，调情了后，是清文把我带在身躯边来照顾我。伊为着我想要让桂金去搞粪扫，知影伊巴肚内底的囡仔是阿芳的，才搞结婚，骗大家讲宇轩是我家己的后生。不过。因为我是清文的红婿，才害阿邦甲清文小人了后，也是无法度结婚，拢是因为我，因一个伙仔，才会无法度做伙生活，拢是我害的，拢是我，拢是我。我敢要甲阿邦讲，宇轩是个好事，让阿邦甲清文会当重新做伙。总裁，歹势，我真正唔知影代志变到安尼啊。是，我知影。赵总裁，你先听我讲嘛。你只要听我讲就对。魏经营，你竟然让你手下对阮家开枪，我一定要你付出代价。赵总裁啊！你即马对我发信联嘛无路用啊！我原本想讲摕到钱就要放人啊，谁知影伊会反抗啊？你若真正要怪，就怪恁后生，谁叫伊啊强要出头，代志再无个遮尔严重啊！阮家即马倒伫病院，你竟然反倒转来怪伊！我是讲老实话啊，无你想安怎？我坦白甲你讲啊，你若甲这代志闹大，对咱两个拢无好处。将来啊，我若是出什么代志啊，我绝对甲你拖落水，无可能我家己一个人担罪啊！你敢？谁讲我唔敢？你上好去探听看卖，我过境兄弟台湾是甚么款的人物？你若是甲我逼到无路通行，我绝对是拖你做伙死的。过境兄弟，
你对我讲，是阮囝刚出头，你够有证据？免这样麻烦啦，你去问你后生就知影。哦，这个代志我一定会查清楚。是要跟我打？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就算你这条龙关到厉害，也比不过我这尾毒蛇。爸，你敢有看到阿杰？阿杰，伊回来啊？是啊，伊压着雨，感冒发烧啊，我就带伊回来休困、吃药啊。啊，不过我拄则洗身躯出来，无看到伊伫眠床顶呢。是啦，我无洗哩，弄破杯啊！来紧啦，我来整理掉哈。嗯。老伯啦，你有想我无？我回来啊。阿姐啊，你必须走卡送下。我嘴干，来啉水啊，袂使哦。那咧，我问你，拄则我咧讲电话，你敢有听到？原来你咧讲电话，我搁叫是讲你咧喊面，啊一个人一个客厅安尼哭哭念、洗洗念，我拢唔敢出来呢。哇！阿姐，英文，可不对哦，阿姐创啥？无啦，我是足久无看你，即思念你啊，所以再甲伊。笑笑不不的啊，啊！阿姐啊，你来破病了，看医生吃药啊，较早休困来，知影无？无知啊，伊嘛同款哦，破病就爱去看医生吃药啊哦，安尼才袂一个人哦，迄个寒眠一直寒眠，啊坐咧客厅狂哭念洗洗念，袂是敢若神经病咧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哦，都是你关心啊，叫我。刚才又困了，晚安了。因为我发烧啊，你大伯要把我拍，我唔敢拍心的啦，我拍，拄则我讲的话，唔知伊有听到无？啊，不过就算伊有听到，伊即卖已经戆到变白痴啊，我有什么好惊的？高俊生有背信侵占、伪造文书、不当得利这些罪名，咱嘛拢有凭有据，为什么伊可以当高保啊？法律就是讲证据，有偌济证据哦，就判较多。啊，咱手头哦，嘛敢若有高俊生疑似转移的证据，当然嘛保伊款。唉，我再讲啊。高俊生，伊是用五年的时间在布局嘞，啊，咱要准备给伊提告，伊早都约着。意思是讲，若是无100%的证据，高俊生又搁唔肯认罪，安尼唔就表示这官司会拖足久。即摆咱饭店随时会倒呢，真正无迄个本钱拍迄长期的拖延战啦。啊，敢搁有其他路当行？啊，照即摆状况。我建议你也是赶紧申请执行加扣押的处分，避免高俊生迄边脱产。无到时哦，就算官司拍赢啊，迄种掏空的钱，恐怕也讨袂回来。其实这个问题，我已经讨论过啊。问题是要申请加扣押，迄担保金真正足高呢，迄至少要5亿呢，这数字真正太大啊。不过我是认为这是目前上紧、上有效的方式。我知道了。
我会想办法去阻止。啊，不过你这提过找证据，这行动拢袂当停止，绝对啊袂当让高俊生吃好困好。这我知。假使恁这边有新的证据或是证人，嘛请你明早提供给我。你真正做了好，知影要甲保释金先准备好，啊！你我今仔日才会当专心一点。就像你放心啦，我若是要出手哦，我后路拢会想好，我无可能让伊踏着你的枕头的。这个高少伟，佮以为伫咧高卡做少爷，翘脚等人来伺候伊，想要告我，资料拢无准备齐全，就想要向我开战啊！真正是好笑。哎呀，我看哦，这富贵集团啊，若是无我是袂用的啊。把富贵饭店交予伊这个了尾仔囝，我看到酒啊，回不甲倒啊。恁国家的人哦，就是后知后觉，大家食好做勤苦，抓住咱两个人会做伊的奴才啊。已经五年的时间，有够咱把遐证据哦拢抹掉，这会当讲哦，伊是家己做得来的。那律师团你都安排好未？你放心，我要找的都是商业谈判一流的律师，不管伊安怎搞你哦，读书讲哦拢没有问题。即马就是烦恼国家的人会对你申请吃高压，这申请若是过啊，你手头的资产就会去有人冻结，啊，佮有现金的调度，啊，佮有饭店营运可能拢有问题。这我早都拢有想过啊。律师是不是建议我先脱散，安尼才会当以防万一啊？对吗？嗯。你别惊，因即马连一个月这银行的利息钱，也够遐实在费用拢付袂出来，伊是要提什么来对我进行吃亏啊？啊，不过国办你唔是还有出资不动产，啊，还有股价。哎，有会当怎？想要对我进行吃亏呀，需要五亿嘞！就算讲伊家遐不动产拢卖掉啦，我想伊嘛无可能，我都赚到遐个钱。伊想要告我，是无证据；想要对我进行吃亏呀，嘛无钱。哼，股价对我来讲啊，已经消失伫这个世界啦。奶奶，股价的人即摆一定真后悔，甲你切断关系，真正是千金难买早知道。这是啊、哦，这是意大利阿比多饭店集团，伊想要甲咱帝王饭店哦，帝杰兄弟想要采访你啊。有影，我之前去意大利考察的时阵啊，有去拜访阿比多集团的负责人。阮迄天啊，讲了足欢喜的，而且我嘛讲好啊，以后若是有机会哦，一定要好好合作。想袂到伊阁会记你啊！啊，采访的时间是什么时阵？你把我所有的会议拢摆开，我要好好接听。啊，不过，伊已经知影你甲富贵饭店已经分家啊，嘛知影你的身世。伊咧怀疑哦，你甲厝内底的关系不好。你嘛知意大利的人较重视这家庭伦理，嘛特别重视母仔囝的感情。现在我妈妈甲我大侄母仔囝关系啊。我有替你解释过啊啦，我讲你会离开国家是因为地事的关系，啊，不过你也是真重视亲情，啊，不过伊真坚持，伫咧采访的时阵，你嘛爱伫咧边啊，若无伊无要合作。我妈甲我大侄母仔囝关系，就连伊离婚，林肯来找我，早都无爱我。我现在是无亲人无妈妈，我看这个合作是无可能的。俊生，你别放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妈出现的。应该有可能的，我妈的个性我最了解。伊刚才安尼威胁我，替我安排遐个代志，那是因为高万里以后不知道我身世真相。现在我妈妈跟我大丈夫的关系啊，
又搁遐尼讨厌你，根本无法度听你口劝。我看你也是哦，要自找麻烦啊。就先让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。到时阵哦，你只要配合我就好啊。你敢真正有法度？就是你今麦唯一的亲人就是我，不管安怎，我都会跟你斗相共的。你爱记的，我只是人落会听你，我不可能离开你的。多谢你，你看，你拢有心啊，个为着咱的饭店，安尼劳心劳力，我真正亏欠你足多。以后爸爸若出事，我一定爱好啊，友好你。俊生，你莫对宝宝这么严格，那无以后伊大汉会惊你哦。想哪啦？你哪一直看我的巴肚？我对侬有心遐尼久啊，我连巴肚都无看到啊。哦，医生讲可能是我这个人哦，较外畅多，所以三个月阁看袂出来。一定是你受过辛苦啊啦，侬食无济，我看以后啊，我一定爱跟你食饭，互你食较营养嘞。安尼对咱的宝宝较好，以后宝宝最近才健健康康。嗯，你放心啦，我以后一定会食较营养的。刘先生，我拄只检查你的空嘴啊，结果喉癌的状况真好啊。嗯，依我看，再观察一两天，若是无其他问题，就会当转去找好法静养。哦，多谢医生，袂啦。先生，多谢你，我恁加费心啊。唔通安尼讲，这本来就是我的责任。无你好好休困，我先来看其他患者。好，多谢你，袂啦。口水够会听未？这个辛苦你啊！不怪讲你会讲，我无需要知影你的计划，只要我乖乖配合就好。今麦我受伤住院，应该算配合了。老高啊，我讲都唔知对方计划，更加唔知影讲哦，因害你受伤。我若知影你有危险嘛，我哪有可能答应？我已经真严肃、真生气啊！甲对方表达我的不满，啊，对方讲话，这一切拢是意外。意外？确实这是搬戏，对方敢有需要牙签？这根本就是超过伊接受意外。弟弟，你敢有想过？确实这枪乃是打着我的脚，是打着我的心脏，也打着我的头，而且是打着窗花。敢讲阮两个人的命比袂过迄块地？我承认啊，我心过着急，想要摕到迄块地，才完全放手给对方去做。后摆啊，袂阁犯这种错误啊！弟弟，敢袂使莫有后摆？咱百福集团已经这么大的规模，咱会使脚踏实地做生意，莫搁安尼用心计较。出一块傲步，你啥声？你叫上咱百夫，下当今仔一切拢是天顶落来。讲个真哩好听，脚踏实地做生意，那不是我逐工咧辛辛苦苦，你计划拍算，今日生意场都无你徛地位。是不是脚踏实地？你是哪不成功？假使你有才调，也当把迄块地较早摕到手啊！啊，今仔日感受我真心出马，甲我甲你抢用垃圾去，给家家讲起来。弟弟，是的，是我无做好。
伊今日无赞成，我做代志方法。无紧，你得用你的本事来说服我。若是当达成目的，你要怎做拢有在你。啊，不过你也做袂到，要你乖乖听我的。人世间，弱者无讲话权利。一百，阿叔，我要找陈慧来看马可啦。阿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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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感谢你安尼替阮双妹吼动情志。你莫安尼讲啦，其实双妹是受我牵连才红的，是我对不起。互你家在真正平安无代志，我这世人我良心不安。哦，恁会感觉讲歹人的目标是你，啊，感觉你心肝内加减已经知影讲歹人是啥啊？阿叔。啊！你个从未生活这么单纯，变哪可能得人？连都是我甲马哥啊，才来台湾的啊，都拄着什么代志？可见歹人哦，一定是针对我呢。阿姐，你放心啦，我有看到因其中一个哦，写了什么款，我较紧才讲啊。希望咱较紧把这歹人抓起来。对，啊，赶紧把那个对马哥亏欠的人抓起来。加上我囝，我绝对袂放伊耍。对啦，张伟，这代志哦，交警处理就好啊。因为啊，你在兵，敌人在暗，为了安全，千万唔能够插手啊。我知影，我嘛只是尽量甲警方做配合，互伊一寡线索尔。对啊，文斌，今仔日我张伟来吼，佮另外一件代志啦。哦，什么代志？即摆吼，你对阮的恩情有够大，唔拿出钱。啊！连马克拢为着叫张伟来受伤，这个情我唔知道要安怎行呢。阿嫂，你莫来讲啦，大家拢一家人，而且你也无欠我，无所谓行。名无行啦，300万的美金唔是小数目呢，所以阮丈夫有家庭会议啦，我决定讲要把迄个西餐厅卖掉来养钱。啥？你要把时间在一堆堆卖掉？阿嫂，千万唔通安尼啦！坦白讲啊，这300万美金对阮百富来讲哦，真正无算啥。阿无一堆堆对你来讲哦，是不给一步嘞。是嘞，一堆堆是我甲恁哥哥起家厝，阿过我真想通啊。就算讲一堆堆无伫个，我对恁哥哥怀念。有关袂减少，其实伊一直歪歪心挂来。阿嫂，今日我真袂得过，那以后我要安怎对阮哥交代？你若是不行，也通倒倒行，无说随个提袂掉。你放心啦，我相信恁哥哥吼，嘛一定赞成我的罪。是啦，阿姐，啊，我嘛已经做决定啦，安尼才能行钱。你若是无那做，也心不安呐。既然阿叔拢安尼讲啊，我都无资格去讲啥。我只要，唔管安那，我想要替阮哥阿哥阿叔啊，家己直直留落来。阿叔，咁样拜托你，家己直直啊，不要挂。各国管的计小，我能管你。文斌，你若要背后别人啊，不如背后我。至少一点点啊，受咱张家的。至少我有伊受着，会当替阮哥，家一点点留落来还我啦。马哥，两条。对啊。而且即马创辉伫百富上班，以后伊块地若要开发，嘛需要创辉搭三工。唔对，我创辉哦来开发，
家己爸爸留落的土地，算是传承，才有意义。文斌，感谢你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。阿丽哦，我即马心肝就会感觉讲唔甘啊啦。所以说，你意思是，并答应把伊块地卖我。我决定要把西餐饼迄块地卖给百福。阿嫂，安尼啊，我随拍客哦。同意啊，以后看你啊，杜小姐。宇轩，该吃瓜，什么拢爱吃哦。宇轩，你安尼袂用诶，你这样挑食会营养不均衡哦。可是人家不想吃肉嘛。那你想不想赶快长高长大？想。那就要吃肉肉啊，这样哦才可以快快长大。那我以后要。长得跟爸比一样高，我奶奶就爱乖乖，什么拢爱吃啊，安尼才会当跟爸比同款呢。原来这就是我失去记忆的时阵，甲清文宇轩做伙过的生活，是真尔平凡，阿唔过说干嘛？幸福快乐。哎呦，你看你啦，食甲咧嘴个炸白冻。有卡退烧啊？等下再搁食一包药啊，应该真紧就好啊。啊，你哪一直甲我看，拢无爱甲我讲话啊？是不是倒位搁咧无爽快？我看你敢那食饭拢无食菜，是不是无胃口啊？哎呦，安尼袂用的啦，爱加食一寡。安尼哦，白菜好，来。无啦，清文。你袂输，甲我甲宇轩同款咧对待，我也毋是囡仔，无需要安尼啦。我本来就参像囡仔同款啊。妈，妈妈爱加食瓜，安尼哦，才有体力会当对抗病魔，对不对，宇轩？对吧，爸，要赶快好起来，才能跟我玩无敌超人。你饭还没吃了，你袂当算哦。紧吃，紧吃，阿姐你嘛紧吃。啊，好好好，我吃我吃。宇轩，宇轩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啊。啊，叫阿姐。今仔日宇轩唔免去上课。啊，我甲阿班讲啊，等下找你过伊遐，我会顺续带宇轩过。啊，等我下班再去接宇轩。哦，你放心啦，其他宇轩都教好我就好啊。耶，爸比，我可以跟爸比还有阿班叔叔玩。对啊，对啊。去玩就要赶快吃啊。宇轩，紧吃，紧吃。请问，你这白肉够有够好吃的啦？好啦，好啦，早起班呢。好。快点。是菜菜。阿彪啊，阿你啊，甲我讲，你今日几点下班？我爱互阿邦知影哦。好。快点吃。哦，哇，宇轩很棒哎，果然是我的得力助手，来，金牌，哎呦，看伊两个这么有默契，真正是袂要紧。你个讲咩啊？恁男朋友对囡仔这么有耐心哦，这将来一定是一个好爸爸。哎，我跟你讲。你若想要生囡仔，做你个生啊！看你是要生半大，还是要生一大，拢无要紧啊！生了，等下我帮哥照顾了。
你这是把我当作是啥？想做爱生一大遐尔济啊？无啦，我只是要表达讲吼，阮邦哥将来一定是一个好爸爸安尼尔。以后我嘛是一个好妈妈。你哦，那我感觉你以后应该较像一个好爸母。哦，吼，那个细辣的。好了，哇，总算大功告成了哦。但是都掉光光，没关系，耶、yeah! yeah 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煮，耶、yeah。阿飞，这是我你怎么做的？宇轩你好厉害哦，他是一个机器人，对不对？这看起来好可爱哦。你说他很厉害呀，他很笨笨的，跟爸比好像哦。对啊，啊，爸比本来就傻傻笨笨的啊。你不可以这样说你爸比哎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要跟你爸比说个对不起，好不好？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爸比自己也是这样说。不是啊，爸比，爸比他是在跟你开玩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能像他这样啊，你还是要跟他说对不起啊。我不要。何宇轩，赶快说对不起！我说不要就是不要，你要不是我爸比，我干嘛听你话？你还是我爸比，爸比快点帮我骂他，他骂我，他是坏叔叔。我不是在骂你，我是在教你。哎，啊，你不是也不希望你同学这样教你爸比吗？所以你要跟你爸比说对不起啊，快点！我只是开玩笑的，又不是说真的。就算我爸比再耍大笨，也是我最爱的爸比啊，爸。嗯。我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是在骂你。好啊，阿爸，不管宇轩安怎讲我，我拢不要紧啦。你从何对伊讲话安尼啦？是啊，而且我是咧，你惊着伊安尼？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莫安尼对待宇轩啦。宇轩有代志哦，我爸咪笑笑，爸咪笑笑哈，笑笑笑笑，阿姐。拍摄啊，多谢小我小姐激动，我不应该管这些拍摄。大哥啊，人家阿姐甲宇轩爸仔有闽相处的方式，你莫咁烦恼啦。阿姐、宇轩，刚刚阿芳叔叔跟你们闹着玩而已，没事哦。曾师爸，啊，你来接，我等下要找你。啊，你唔想我买买物件送我？啊！这样，我昨下去亚姐找我一个卖饰品的朋友的时阵，我就看到伊遐有一挂鱼膏，真好看，所以我就拣一条鱼膏想要送你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你是不是不喜欢？我就喜欢的，多谢你。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对了，我现在有一个客户要见面，而且时间要到了，我紧去找他。我先出去一下。等下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事情要处理，我先出去一下。而且多少是因为我想要激动，我只是好意尔，我嘛唔知讲。歹势，我管想者。哇，我真正唔知是要讲阮班个呆，还是要讲伊不要谈落来。啊，这拢什么时代，还有人咧用这类耳钩啦？这一看嘛，知影唔是你的 feel。啊，你这类型的哦，当然嘛是介意迄落，佮拍、佮穿、佮有设计感的迄落的哦，啊，这是。好啊，尤啊，你别再讲啊！这只真是帮伊有心，伊还佫有想到买物件来送给我，我严重满足啊！我跟恁讲哦，我有挂过新闻哦，挂过迄个迄款买工的鱼钩哦。哎，阿姐，你莫后边讲啦。
啊，这条耳钩我再普通着，足侪周边人嘛拢有刮过，好无？哎，对啊，啊，我放过哦，自较早着拢对这周边人的视频，我拢较唔捌啊。你哪会知影讲哦，啥物款的周边人适合啥物型的？欸、你唔好想想侪呢。我叫我想想侪，是恁想想侪啊？你叫我想想侪啊？我跟他成功过一次啊。阿桑，阿桑，阿桑，我问你哦，啊，你明明就足想要甲阿芳做伙啊，啊是安怎？你甲阿芳做伙了后，心情拢安尼郁卒郁卒，是毋是阿芳对你无好啊？啊是阿芳有啥物做无好的所在，啊，让你无满意啊？这是芳姨无对我无好，伊只是。只是心内还阁有别人，所以我唔知。阿桑，你明明就知影讲，伊心内有别人，是安怎？你阁愿意甲伊做伙啊？无道啊，会咧较惨死。甲伊做伙之前，我就知影这件代志啊。但不过我还是愿意爱伊，等待伊，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伊会去让我的真心感动着，伊会改变主意来爱我。是，你刚有接受采访，讲身心症的问题，阿杰阿弟看出来啊。哦，好，好啊，坐下。谢谢。新加坡百福集团 CEO 张耀宗与其堂弟张崇辉。原来莉莉的爸爸跟马可是这辈兄弟，马可丢亲啊，唔知莉莉的爸爸有安怎无？哎、欸，豆豆来啊！你嘛就奇怪，阿姐就叫你要好好休养，唔免像你赶紧出去上班，啊，谁若要像你着急要临时行路啦？袂使啦，公司有真个代志要处理，袂使因为我一个人去影响着分公司的场面。我再讲我这皮肉伤尔，也无偌严重啊。你敢除了工课以外哦，啥物代志拢去讲讲轻轻松松的，就参像即届啦。咱互人绑票的时阵，你嘛足冷静的呢，因为不乱哦。冷静的人是你，若毋是你看准时机出手攻击迄两个歹人，我看咱即摆还阁有绑在山顶。别去讲啊，我足清楚的。本来哦，咱两个人会当安全离开的，拢是因为我。想要冲动啦，惹到迄歹人，这害你受伤啊！歹势，好啊啦，你甲我讲过真侪解释了啦，伊是我小弟，我当来保护你啊。顶届哦，餐厅火烧嘛是你救我，啊，这届佫替我动心机，我欠你足济呢。好啦好啦，你来，也感觉吼，一直对我足袂得过哦，安尼算你欠我一届，以后我会讨回来。总是有机会啊，你走袂去。那是当然，我袂走。只不过，安怎？有条件？只不过你啥物拢无欠，能力阁遮尔强，我真正毋知以后你要甲我讨啥。人生真歹讲，啥物拢无欠当然是上好啊。啊，阮若拄着有欠的时阵，有人来斗相共，安尼毋是如何？其实我足介意即届来台湾拄着你这个小弟。自细汉哦，我就家己一个人啊，我嘛真欢喜有你这个一辈阿兄。请进。沈医师。啊，好。
林先生。哦，沈医师是你的心理咨询师啊。啊，恁嘞？那是谁？因为我是因为哦，那是因为哦，马可是被绑架受伤的，啊，病人这方面患了伊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，所以爱我来关心一下啦。哦，这样就好，这个就是。是啊，我嘛是拄只看报纸才知影讲，恁两个人是结拜兄弟。啊对哦，你敢有受伤啊？你爸爸？沈医师，你伫叫我，你的爸爸要重会啦。我真好啦，完全无受伤。那你就好。那是因为 Marco 叫我动心机啦。我想，在上危险的时阵，也是想会当看出真感情的时阵啊。恁两个兄弟的感情一定真好。虽然讲哦，你讲你无受伤，也不过可能也是要注意，有心理上的后遗症无。坦白讲，即届马哥弟的伊就认真的，嘛予我较安心，过伫鼓励我，替阮加油，讲一定会平安出去。所以我认为我袂有啥物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啊。那无当然是上好啊，也不过即种后遗症哦，嘛毋是讲马上会出现的。所以只要你有什么问题，啊，也是有什么特别的状况，你拢有当随时跟我讲。好，我知影，真是谢谢。对。不过音乐剧可能后盖有机会再找你去看啦。原来伊刚从我这里要见面回电话的人是沈医师，沈医师嘛因为安尼，才拒绝我伊刚约诊。对了，沈医师，其实迄天我打完手术精神了后，我就感觉我的胸坎无啥爽快。我只刚睏的时阵，拢会做噩梦。沈医师，这敢是拄只讲的什么创伤后压力症候群？嘛是有这个可能啦。啊，无我赶紧替你安排挂号身心科啊，做一个咨商检查。好啊，多谢沈医师。袂啦，啊，我即摆就去替你安排好啊。啊，你好好休困啊。我先来啊。哦，麻烦你。我都不知道你这么严重啊。沈医师对病人真用心哦。是啦，我也感觉他是一个好医生啊。你即摆安尼是报复性消费哦？敢讲你甲孙医师还袂好好？敢有这明显？你真正就是我即讲的哦，我看出来。哦，想要靠孙医师这么爱食醋，既然为着你偷偷调病历救你天宝的代志，甲你冷战到今嘛？想叫我违反伊的规则，破坏伊原则。你换一个角度想啦，伊愈食醋就是愈要紧伊啊！你好好甲伊解释就好啊。我有啊。我意思是讲吼，唔是迄种足正经的口气去解释。你爱穿性感睡衣啊，而且吼，佮伊开始塞奶，上吊也是吼，你还旧装，你的心内哦，敢那只有伊一个人，就算是倔强的男子汉，也会被你融化，你足紧就会好好啊。哎，你讲起我做袂到啦，而且问题哦，是阮甲你天宝伫咧同一间病院上班呢，迄一定会拄着的啊。进前验了，真无简单，气要消啊。叫去拄着你天宝，阿姨甲我拍招呼，做袂当袂甲伊呐。谁知影阮两个大臭蛋哦，搁车倒啊，搁无爱吵，袂甲讲话啊。哦，像你即摆安尼讲，我哪会感觉哦，你伫咧对一个失婚妇女秀恩爱啊？哦，我哪里秀恩爱啦？我是真正不知道要安怎啊，想要想办法哦，改成我阿母的关系。你哦，就是想想这啊啦，莫怪。最近哦，你的气势这么歹，起来。来吃这啦。
这我知啊，这是专门哦，给女性吃的维他命，里面有钙跟维生素 B1， 可以帮助入睡，睡好美容觉，而且还有维生素 C， 可以促进胶原蛋白形成，让皮肤 Q 弹气色好。嗯，之前啊，我就是气色无啥好，结果走在路的，好一个国中生叫阿姨呢，所以哦，我就特别买这来吃。你看，我现在是变成这少年呢。今妈哦，要叫我姐姐了。嘉贤呢，你的皮肤哦，真啊变啊足好个呢。那一等下，我加买几罐啊。过一阵仔哦，去甲蔡同事接袂强功劳。嗯，到时阵我嘛翕一个完美照，搁少年一届，对吧？呀，好呀。哦，大包包。哎，你今麦是安怎啊？拄只咱不是讲啊足欢喜的？这只最近我唔知是安怎，一直想着之前我漏掉迄个囡仔。要是讲当初我有认真保护伊，伊今麦差不多甲迄个囡仔变大汉。拢怪我，还是个性命，干嘛去掉？我拢干嘛去都不皮的。哎呦，当作是安尼，你嘛不愿意啊，莫阁怪你家己啊啦。姐姐，你无了解我的心情。当初我拢准备好要做妈妈，所以我失去伊，除了思念伊、为伊流目屎，我唔知会当替伊创啥。啊，想到我也是感觉心肝头会空空。而且最近这个感觉愈来愈剧烈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。阿娇，你若真正放袂落心，有一个所在你会当去试看卖哦。感谢雪，你紧甲我讲。师姐，我要报名。神明，保庇我的囡仔，会用重新倒来我的身躯边，我会用继续做母仔。在寂寞的手底，无人知影我的囡仔已离开啊！在巨石的面头前，我就爱将伊玩笑，手伫咧这无人认识我的所在，我才会当大声哭。唔惊叫人发现，天公伯啊，你真无简单，给我一个希望。你是爱怎才会知你要把我的希望搁收倒转去？哎，施主，你这么虔诚。菩萨已经来保庇，但是我告诉你一句：放下心头的执念，一切随缘。师父，可不可放下这么简单？我就别这么艰苦啊！想要得到，得未到；想要放下，更唔甘愿。施主。你何苦为难自己呢？师父，你敢会当了解一个做妈妈，伊永远失去家己囡仔的疼，这是比挂我家己身躯顶的肉，还佫有心，
甲我阿爸陪，我阁袂当遮问你，我一个发挥做完，我的囡仔是不是就会当解脱，就会当去投胎？这嘛是咧看缘分啦，施主，你对你的囡仔这么尽力啊，我相信神明自有安排。我若是有尽力，我的囡仔今妈应该够完，那不是因为我受过无用，受过烦心，才害我失去一个囡仔。师父，你敢袂当教我，我要安怎做，我才当让这个囡仔重新回来我的身躯边？施主，你的职业太深了，你若是真正行不出来，你不如会当为恁囝来抄写经文。在回向给恁囝的同时呢，你的内心也会感觉平静啊。多谢师父指示。多谢师姐。咱母仔囝相处的时间虽然真短，但过我对你的爱，绝对袂比其他的妈妈搁较少。即马唯一会当为你做的，就是希望你从此以后，会当对神明去修行，袂搁再是一个无依无靠的游魂啊。爸爸，你若有机会转世，一定要投胎回来妈妈的身躯边，妈妈等你。雪晴，那会伫遐回家？伊巴肚内底毋是有高俊生的囡仔？敢讲迄个囡仔？叔，歹势，舅母姐，像那迄位小姐跪伫遐咧抄经文，我靠我遮尔伤心嘛？有真侪失去囡仔的妈妈，无法度行出伤痛。抄写经文会当减轻伊的痛苦，也会当回向予可怜的囡仔，帮助因早一日来投胎转世。哎，施主，你有哪要来参加超度法会吗？是。你若是同款无法度放下，也会使来抄写经文。多谢师父。我已经放下，我只想要替我的囡仔积一寡福报，会当安心离开。阿弥陀佛，施主会当放下这粒，是施主你的福气啊！其他囡仔来到这个世界。做形容失去囡仔，这种痛，敢若有经历过妈妈才会当体会。黄雪晴这个人虽然苦，也不过一点，搁带人同情。这个代志，总有一天，伊嘛骗袂过头的。将心比心，我无必要，也无应该搁对伊落井下石。我当初唔知这个代志。
阿娇，莫好我想过啊，咱无应该因为过去的代志，去影响即马，甚至是咱的未来。我真正希望哦，甲你做伙每一工，都会当欢欢喜喜。所以，你莫阁想起啊，慢慢阁甲我冷战好不好？来，队长。开始休息，我来要点菜的时阵，我再叫你好不好？好。嗯。燕娘。哎，阿娇。好我反省过啊，这个代志，咱两个人拢唔对的所在，我希望咱两个人会当好好的记这个架势啊。啊，既然代志拢已经过去啊，咱就莫阁计较，咱两个人阁重新好好开始，好不好？嗯，院长，多谢你玩一玩电话。哎呀，你讲这什么话啊？我悄悄老婆讲过呢，听不会查甫人哦，才是上缘投的。所以我想要做全世界上缘投的查甫人。在我的心肝内哦，孙燕良是我上缘投的老公。燕良，是的啦，之前哦我是逼不得的，我是爱看不惯有上缘来欺负你天宝。好啊，叫，我讲过啊，代志拢已过去啊，就莫再讲好不好？你又看麦，我送你什么物件？我想吼，你一定有别条诶。干嘛呢？娃娃？这不是一般的娃娃哦，这叫做出气娃娃。我是希望吼，以后你若是生气，还是我如果无做好，惹你生气的时阵，你会当甲伊提出来，看你是要用拍讲伊，还是要写，拢会用诶。只要你的心情卖无好，拢藏在心肝内，啊若无，会破病呢。你即摆当试看卖啊。好。你总算是想出来啊！这就表示讲我送你这个礼物是对的。那呢，我是不是买送你一个出气娃娃？啊，以后你爱跟我生气的时阵哦，才袂一直摆插。欸，我刚才希望我的佳佳老婆以后卖个专工，不问我什么代志，安尼我就袂生气啊。我希望从今以后，咱两个人真正会当作为分享，受一切批评，好吧？抄写经文会当减轻伊的痛苦，也会当分享哦可怜的囡仔，帮助因早一日来投胎转世。是安怎？我敢有讲唔对话，还是讲拄只我讲的话你无赞成啊？啊，无啦，你讲得无唔对。阿伯之间哦，应该要坦白。啊，咱赶紧点菜，我来做药的。阿娇，你敢会当老实甲我讲，你是不是阁有其他代志要麻烦？啊，孙燕娘。你敢袂认为讲阿婆之间一定爱百分之百无秘密啊？至少我是安尼对待你啊。够有关系哦，我拢甲你讲啊。所以你讲一句话，意思是，你真正有代志问我，我应该互你知影是无？不是无必要互你知影，是既然甲咱无关系，就无必要知影。咱是在这么久，也做伙这么久啊，我根本了解你。你安尼讲，就表示讲这件代志绝对跟你，还是跟我有关系，对不？你想那边来讲啊，我也无做对不起你的代志啊。你先较冷静，莫这么激动好不好？我唔是这個意思。阿娇，刚刚甲你心肝内话，讲予你家里的人知影，有啥尼困难？
就算讲咱即马是阿公某，嘛应该要有个人隐私啊。喂，我是。秀姑，超度英语。我去替我之前闹掉的囡仔超度。所以你主要讲隐私，讲甲我无关系代志，讲就是这样。你俩阵讲，你若是甲我讲，我会生气。阿娇，敢讲我伫你的生活内是真正无讲真理的人？你即摆确实是咧生气哦。我会生气，迄是因为你误会我。今日你若是甲这件代志讲出来，我绝对会当理解，嘛会支持你。对我来讲，阿母真简单，拄着好的代志，咱就做伙分享；啊，若是无好的代志，咱就做伙承担。敢讲对你来讲有遮尔困难？对我来讲，就是足困难的。我心内疼，就算是参像你这么高明医生嘛无法度治。就算是空嘴已经听起来，我是会疼。这件代志我永远无想要讲，嘛讲不出嘴。我可能想要安静面对这一切，敢讲嘛袂用的。你即马总算是想会成功啊！原来我根本就无办法甲你完全治疗好势你的心嘛。来，你甲我讲啊，到底你拄只是去超度你迄个无原因啊，还是讲？你去吊梁，你甲李天宝过去的感情，你到底是咧讲啥？燕玲，想到最近只要甲李天宝有关的代志，你都变到这么无理智啊！不是我无理智，那是因为你最近所做的代志，真正让别人误会讲你对李天宝是有感情的。我心肝内，敢你一个人尔，那我说是你，你敢会当安尼心平气和？我甲李天宝拢是过去的代志，只有你甲你家己心内袂得过。所以你即摆意思是，所以问题拢是我。安尼好啊，我问你，是啥物人一直污蔑我？是啥物人一直伤害我对伊的性命？好好好，拢是我，我破坏咱两之间的关系，拢是我，唔叫安尼用你无？阿娇，阿娇，李月娇。拢是我唔对，拢是我唔对，拢是我唔对，安尼行无？小达，也是互相的依赖。清文是为着余轩的心事，伊才选择跟我结婚。阿邦呢？阿邦是为着要顾虑我这兄弟的感受，伊才选择我把伊个心内想法讲予清文知影。过去我头壳受伤，迄是无话讲。阿哥，即马我已经恢复记忆啊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对两个人坦白，让他们可以重新做伙？不过宇轩，宇轩要怎样？已经惯习了，他的身躯比我这个白皮啊，若是让他知影真相，他敢有法度接受？我应该要怎么做？我应该要怎么做才是对的？
爸，你也看啦，几个人人家安尼啊，莫搁你妈啦。阿姐你去啊？来啊，拄好来，来坐坐坐，我倒一杯啊酒哩。阿姐，我跟你讲，我今仔不应该安尼对待雪啦，歹势啦，伊也毋是阮后生啊，我伊后生咧，我哪有啥物资格卡死着？无啦。好啦，我根本就袂感觉安怎啊！你莫安尼讲啦吼，啊宇轩无乖，啊就是爱教事啊。咦，阿妈，来来来，啉一罐烧茶来，来来来。爸，嗯，你拄则叫我，是啊，阿姐，是的，我真正毋是刁故意要拍雨轩的，伊是我无希望雨轩哦，看袂起去你这做老爸。伊拢唔知啊，伊拢唔知伊，你今仔变成安尼，都是因为我害伊，我操！迄当初是哦。但不是你替我挡以前，但不是你为着要保护我，你囡仔嘛袂变甲安尼，变甲安尼戆戆翘翘。你敢知影？我逐摆若是想到你当初来替我挡以前的时阵，我心内有够艰苦啊！若是哦，时间哦会当阁回去较早迄个长顺，我感觉受伤的人是我，被戆的人是我，安尼我就袂亏欠你这么济啊。今仔咱两个哦，都会活到这么辛苦。提供俾我们，我知啦。好你哦，甲青梅当做伙，阿妈有青梅当啊，一直陪伫你的身躯边安尼照顾你，而且佫替你生一个这尔可爱后生。阿若无我欠你的，我一世人我还袂完啦，我。我想要不知道要怎么弥补你。哇，其实你不欠我，之前我对你做很多坏事情，我会变成这样，用想要自己做得来。你现在是你的声音。
你不知道我欠你偌济。我跟你讲，我把这一件非常严肃的代志，我感觉真的可以理解。但是哦，我捌怀疑宇轩，就是我甲请问伊呐，所以我就偷偷摕个检体去去做 DNA。你有去验 DNA？ 结果嘞？结果，噔噔，结果。我的好生，我是我跟你想太多啊！我跟你讲啊，因为哦，天公伯啊，无可能我这么好过的啦。伊就是哦，要看伫这世间哦，你继续拖无，伊才会甘愿啊，才会甘愿。阿邦竟然有咧怀疑宇轩的身世，阿姆哥。想做验 DNA 结果，宇轩的不是伊的后生。嗯，喂，就来。我就来的，阿姐，我你哦，就酒醉啊，阿哥你嘛，哦，先来休息哈，先来休，我买，先来休困啦，我买，你敢找我？我什么做出来？我伫遐哦，坐家的时阵拢，我不拢计想，我出来变阿笨。想着一出来，还拄着一寡代志，拢已经把我阻挡，害我的报仇计划，拢一定无得志。你知为啥？嗯？就是我无在头，我无录音，我无录音啦，我无认到笨死啦，我真无端的啦，你知？你听我讲，你不是笨手，你不是笨手，那个郭建兴才是笨手，是伊是过奸巧，你才找无机会对伊报仇。是我知影你要见晴雯，你顾虑到伊的感受，你才无愿意。对郭建英下手，你有出钱啊？爸，你来出钱好不好？你刚才我搞准备要跟我同甲亲们好啊，唔跟我同好啊，该怎样做？我无同下去好啊，要跟我努力。我明明知我家己无介意，我硬要接受伊，接受伊对我的感情，实在对伊足无公平。早知我的心肝俩贪污，甲鸡爪甲杀我的阴阴都袂回来，我来受受。我一摆伤害两个查囡仔的，我真足该死，足该死，你知无？你是该死还是活？感谢老师，是我害你过到这么艰苦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阿爸，这五年来，你根本都无做唔到什么代志，你知无？啊？你敢知影？其实伫迄五年前，你替我挡迄枪的时阵，我都已经无怨恨你。因为伫我的心目中，
过去迄个阿姐，早就已经无你个啊！即马伫我面头前，这阿姐，才是我永远的兄弟。阿弟，得到幸福真简单，都靠你安怎选定尔。这句话是当作是，你讲我听的。我多谢你，你替我选定，我这五日过了这么幸福快乐。你放心啊。我替你算定，我一定会甲原本属于你的一切，拢总还予你。阿弟，就对不起你。遐尼紧啊！迄牛牛吼，报告都印出来给你安尼。爸，来，哦，我去扫描。对啊，而且我阁有下载一个 APP， 只要扫描报告上面的 QR code， 测量结果就可以在手机上面看到哦。我也可以知道你长期的量测记录，还可以利用这个 APP 去药局询问你应该补充的健康食品。哦，真实的哦。真正有够厉害啦！对啊，有这个 A P P 吼，就算讲以后我无伫厝内底，你买当去附近的门市取货，既简单又方便。这组吼，这科技真正是厉害，以后咱拢免烦恼啦。啊，对了，大家，啊，葛俊先生一个笨手，要去结婚哪呢？啊！日子吼，都甲恁哥哥甲雅婷的结婚同一天呢，你敢要知影一件代志？嗯，是咧唔安怎？你敢知？恁母啊为了一件代志，三天两天就走去厝里找我，叫我去找勇哥啦。我真正无甲石头两粒大，害我今嘛拢唔敢倒去厝里，我惊看到伊啊。吼，嘛是安怎？是安怎要紧这种代志啊？唉，也要紧这款代志，我当理解啦。毕竟那个笨手跟你伤了伤心啊！阿姐嘛，离婚没多久，一岁跟小三结婚，无跟咱老家放在眼内呢，真正够超过啦。还是讲你的心情应该无受了影响啦吼。爸，拜托你好不好？莫搁替我烦恼啊啦，我早就已经看开啊。
我知影高俊生要甲黄雪晴结婚哦，我一点仔感觉拢无啦。我搁为着迄个笨手咧伤心艰苦，我唔读个歹去。对，你安尼讲就对啊。我老结婚的查某囝哦，就是应该安尼，提起放下落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我是感觉哦，这个囡仔较无辜啦。至少高俊生去考笨手吼，愿意给这个囡仔一个名分，佫算有良心啦。因两个人哦，即马不该是众叛亲离呢。啊，既然婚礼，敢有人会去参加啊？根本就无人会给祝福啦。啊，因办这个婚礼哦，哼，只是给人看笑话尔。两个人甲家己不敢安尼，真正就悲哀。安尼讲嘛，无对啦。为滴哦，人咧做天咧看啦，哈，摇摆哦，无外久啦，早晚滴得报应的啦。嗯，爸。过要结婚是大喜事呢，咱全家伙遐应该欢欢喜喜去参加。啊，好啦，妈那边哦，你唔免烦恼啦，我再去甲伊讲，叫伊莫过去烦你啊。安尼就对啊。妈。哦。啊，我人伫外口啦。啊。好啊，我等下去找你，啊，待会见。啊，啊，你要来找我？哦，我就甲爸。好，爸，真大个，不是嘛？唔免遮紧张。哦，你这个真，原来是你的真大个啊。也是讲嘛奇怪的哦。啊，你离婚了，颠倒甲你的真大个大个媳妇关系颠倒好了。哇，这真正是我料想未到。静静是我的大哥，啊，不过吼，我今麦是离婚的先辈哦，我有足侪话通好讲的，我介意哦，今麦就参就闺蜜赶快，感情真正足好的哦。离婚的先辈哦，嗯，那讲到这哦，我甲恁老母是至亲的先辈，好不？恁哦，差侪咧。哎，爸，阮甲恁无同款，而且哦，妈今麦足想要甲你复合，伊足积极咧甲你追求的哦。拜托，你这款惊死人话吼，莫阁讲好不？伊要跟我做伙哦，我都无咧笑，跟我对伊该做伙，当拜去哦。爸，你干嘛会缘分哦？阿未断啊，你着自求多福。啊，好啦，啊，我要去找阮真大哥，啊，我着先走，啊，较早转去哦，吼。好啦，拜拜。哦，妈，你嘛来啊？真正愈来愈好啊！妈三天两天就来你家，全身律动震一震，和身体哦动一下，气色当然嘛好。爱当好大家健康哦，嘛是我开这间店的初衷啊。妈，啊这地泡好势啊，今天上今年。顺便把阮哥吼送跳下来，给你。恭喜呢！啊，是讲我即嘛是相亲家啊，无方便去现场甲伊祝福啦。是到则麻烦你替我甲红包摕伊，吼。哎呦，妈，你想想这样啦，啊，只是参加婚礼有啥物关系？我都做亲戚，买当做朋友啊，不再讲啦。在我的心内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妈妈。好啦，你就当作是陪我到做尾去啊。哎呦，是
是啦，妈。阿姐姐哦，因爸爸妈妈人拢遐尼好，未甲你计较哦，已经无欢喜的代志啦。我是安尼讲无对啦，不过我是惊讲，若现在有人问到春生的代志，会害恁爸爸妈妈加担忧的。卖啦，还是卖去啦吼。我知，因为迄天哦嘛是高俊生甲黄雪晴结婚的日子，妈，你是不是要去参加高俊生的婚礼啊？是讲啥啦？要哪有可能？高俊生伊该放生的，要甲迄只狐狸精结婚，我要哪有可能去参加因的婚礼啦？我甲伊早就断绝无间关系。妈，我讲生笑的啦，其实哦，你唔免顾虑我的感受啦。我敢安怎讲？你嘛是母仔囝，唔爱为着我，母甲敢若永远拢无爱见面共款。这个做，甲哥甲母甲安尼，迄个讲是已经两家散体啊！我靠袂住伊，行伫个路去，互雷公甲卡死，互伊知影什么叫做现世报。卖啦，要搁讲伊两个，讲到伊两个吼，我规巴肚火。好，安尼卖生气。啊，为着迄种人咯，安尼想起拍拍身体嘛无解答啦，对不？红啊，其实妈今日来找你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，我问你吼，恁大家有想到办法要安怎解决饭店的债务啊？未？高少伟甲爸一直拢在想办法在装钱，高少伟哦，甚至为着要甲秋香，我都讲啊。是不是少爷？伊受了什么委屈？你讲，讲啦。哦，就高俊生跟黄雪晴啦，因两个人哦，甲富贵饭店原本订好势高级食材，拢抢单抢走啊。啊，高俊生哦，甚至搁爱高少爷甲伊回失嘞。高俊生才愿意甲秋香讲情，答应给伊换票。三番两次，想要就把少爷害死，更加叫少爷家顶头回事嘞！真正是够恶气嘞！我真正是足后悔。我当初若是较早甲伊所做的歹代志，拢总咬咬出来，都袂害恁变甲安尼凄惨落魄了。妈，无代志啦，你无需要咧自责啦。只要甲饭店的招牌救回来，阮受一寡委屈，迄嘛无算啥啦。妈家吼，这内面拢有我珠宝伫个下底嘛有，搁这家吼，你替妈摕去卖，吼啊看卖偌济钱，先摕去补个饭店这卖空，哈。妈，这个珠宝拢是你上喜欢的，而且逐年你甲爸的结婚纪念日，你拢会挂，敢毋是？是啦，啊，这珠宝吼，拢是办理伊伫个国际拍卖会买当个送我的结婚周年纪念的礼物，像这条发链吼，叫做爱君永远。哇，这面顶有我的名呢，是办理伊专工加开200万才标到的。我大概若挂这条发链，我会感觉我足幸福的。我一世人，竟然会当去予伊做伊的感受。阿芳，饭店即马阁欠偌济钱啊？进前哦，我为高俊生遐摕转来的钱，嘛会当摕出来斗相共。佳佳，你都已经离婚啊？讲起来，你嘛不是阮国家的人。应该去想办法啦。嘿，那有要紧啊？那不是哦，你甲阿娇帮我出主意，遐个钱我嘛无可能会摕倒转来啊。多谢你，我知影你的好意。惠弟哦，饭店这钱康哦，我甲高少爷一定想办法赶紧补起来。
我先跟你讲哦，你甲高少伟哦，那是有啥物困难，拢爱甲阮讲，千万唔爱想讲会麻烦阮哦。什么人打来啊？啊，你哪会挂电话？哦，无啦，诈骗的电话啦。安怎？俊生出代志啊！伊讲伊无想要我。你讲伊要挂你最后一面，我拜托你来看看伊好不好？